OK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忠祥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群在夜间活动的生物。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，许多城市开始在夜晚释放它的活力，成为不夜城。同时，越来越多的人熬着最晚的夜，敷最贵的面膜，在夜里享受生活，就如同动物世界里活跃在月色下的夜之精灵。傍晚时分，这批人刚要开始一天的活动。喂，哇，大家好，看我的衣服。你这是什么时候啊？这衣服上？这个是早上刚起来的时候，然后就拍了。本来我拍了好几遍，第一遍呢就是因为太帅，然后就是要重新拍。然后第二天就是第二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然后就一起床，然后就一直拍拍拍拍，然后就拍成这样。会不会太丑啊？帅的。好傻啊，我觉得。那女生也是这样吗？你都会看到的。啊，好。好啊。喂，你为什么那么漂亮？我美啊，人美没办法。哎呀，拍了多几遍啊你这个？这个我拍了大概三遍吧。哇哦，这里是下的时候吗？对啊。帅吧？这一看就摆拍嘛。什么摆拍？真的，如果是假的话，我的嘴不会凸出来。可以嘟嘟嘴啊，这样。不是，因为我是睡醒了之后呢，我的嘴都是这样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对，就是。哦哦，凯哥。哦。凯哥。凯哥把眼镜摘了，跟这可能差不多。现在，今天录影为什么那么早，都没有睡醒？现在四点。啊，现在下午四点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每个人睡醒的样子吗？对。那你这个对是不是太假了？你这一看就是化好妆之后。不是，这是纯素颜。是吗？我们现场卸妆看一下一不一样。这个才真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很真，你这个眉毛都没有，你这个很真，但是也是属于帅的，没有，也是属于耍酷。你看我，我这干什么？我是，这是跑男的录制现场，是、啊，为什么？你这么勇敢的把墨镜给摘了啊？啊，对啊，对，那么早是吗？那么，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，不要，再让我缓一缓啊，要不然吓得全国观众啊。怎么还有小花？最近不高兴吗？这个是几岁时候拍呢，哥？就喜欢你这样会聊天的孩子。就前段时间吧。那有点嫌您年轻啊，哥。嫌您年轻啊，哥。好好聊天。哎。别挡着呀，这来吧。哇，染眉毛？不是哥，哪里有人敷面膜睡觉的？没有，我刚睡醒敷。啊，早上起来敷面膜。哦，我开心了 ，baby 姐。哎 ，hello。怎么你们都已经在这儿了？不是说要把自己衣服挡住吗？对呀。哇，你这什么照片 ？baby。把口红擦一擦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七季了，你的口红还在你的牙齿上。你快来你的吧。好可爱。挡上吧，挡上吧，挡上吧，太丑了，挡上吧。哈哈哈哈哈哈用它来了。像宝宝一样，我们心里像有宝宝。他们这也太帅了点吧？
不是 Lucas 本来就长得帅啊。哎，你们俩怎么突然就站到一块儿去了？138 Club 吗？138、139。从今以后，我和雨琦就是139 Club。我们是139 Club。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，今天你们的衣服上有为大家印上了你们平时没睡醒的样子，因为你们平时总抱怨我们说太早了，今天我们特意让大家多睡了一会儿，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下午4点傍晚开始录音，录制的主题就是熬夜特辑，熬夜特辑。他们太在行了，我能熬死鹰，我跟你说。我也能熬呀。他不太了解我们演员这个职业吧？来了，大家都抱一抱，来，最高峰几天几夜不睡觉有过？我是当模特的时候，真的是完全不睡觉，3天3夜。反正我来到昨天录制之前，连着拍了4个大夜戏。我们打歌的话，就是一天一个小时一周吧。昨天是我睡了一个月，从上海跑男回去以后睡得最长的一次。那你就是说这么大这么累这么辛苦的一个节目，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福利了。对，真的，我来就是来休息的。夜间的工作生活其实现在变得越来越常见，有调查显示有近30%的90后是凌晨1点之后入睡的，他们称自己为夜之精灵。一点就精灵了，真的是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夜之精灵呢，我们今天也搜集了一些真正在夜间活动的生物，他们就在你们身后这些展柜里。咋的？今儿晚上去打猎呀？去打猎呀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认识一下。哇哦！我们大脑基因呢，它的表达就会很多不如意的，天天晚上只要夜晚，很大很大，它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种废物。哇！哦，哦，活的！仓鼠好可爱啊！这不是昨天的燕林哥吗？在滚筒里面。燕林哥，一模一样。哦，好可爱啊！好肥啊！我看到这个猫，我想到昨天的叔叔，好可爱。猫是夜行动物啊？对，我家猫就是晚上玩着，长得好好看，太可爱了，很乖呀，很乖的哈。看这个，哎呦，燕林你兄弟，燕林你兄弟，哎呦我去，请王燕林到镜头前面来，双眼皮儿。雅人哥眼瞪一下，雅人哥眼瞪一下，小丑雅文哥啊，雅文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俩怎么 CP 了？从第一天录制到今天，一直在叫我雅文哥，雅文哥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魔咒。卢卡斯，你是很怕蛙吗？哦哦，对，我不敢看，太丑了，太丑了。别人他说你丑，看看我是吗？不是，别看他看我，不是，你是觉得看多了以后随相吗？不是，我小时候有阴影，就是有阴影。小时候嘛，然后弟弟就拿着那个青蛙，然后追我九条鸡，追我九条鸡，九条鸡，九条鸡，九条鸡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。看看这，我猜啊，这个肯定跟我很接近。什么动物没有眉毛？什么动物没有眉毛？蛇。哦。我没有固定的作息，想睡就睡，想吃就吃。还真的是没有眉毛。这个跟我呼应上了，我们来向大家展示一下，走。哎呦！哇，刺猬。第一次见哎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刺猬。刺猬是我们的国家保护动物，它性格孤僻而且胆小，黄昏后才敢出门吃饭，睡觉喜欢打呼噜。打呼噜啊！这些动物你看它们都很淡，就是因为它们都喜欢睡觉，晚上才喜欢活动，所以现在都很慵懒。哦，那这个绝对跟我呼应上了，朋友们 ，Ladies and Gentlemen。什么动物？这是什么鬼？
这是什么动物？给他忘了，你别出来了，再见。走，聊了半个多小时，不要，真的受不了。别，你在里面多待会儿，杨迪，你别出来，吓死我了。这个真的吓到我了，那么多丑里怪气都没吓到你们，这个真的吓到我了。你真的吓到我了。哎，杨迪，等一下，你半个小时在里面是什么姿势？我想没有给人拿个椅子吗？这么高大上的一个小板凳，他们告诉我有椅子我就出话了，必须得蹲那儿。晨哥，晨哥，我觉得刚才啊，咱们这个节奏啊，有点太唐突了。唐突了，重新接一下，然后咱们认真的看研究一下，就像看那几个一样，太草率了，是吗？太草率，来一下。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配合你。把他们咔掉，再来一遍。咱们接个戏，接从那个刺猬过来，然后咱俩看猫呢。说这个，哎，好，这个东西跟我呼应上了，我觉得我们要重新来吧。哎，咱俩过去看看。对，也不一定非得看，我觉得也算，我觉得不用。那咱们出发吧。行，我觉得可以。我这。走，慢点来。可以过来了。走了。真受够了。能出来了哈，差不多了啊，来开了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我在这里可能都蹲不下去，你试试看，这个太小了。来，看他一回，这次吧。来，卢卡斯，咱俩看猫去。Round three， 这个东西应该跟我呼应上了啊，我就带他的位置，呼应上了吗？朋友们，没呼应上我有眉毛，没呼应上我有眉毛。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杨迪，欢迎，热烈欢迎。前面呢已经跟大家讲了，我们今天是熬夜特辑，所以今晚我们就将一边熬夜一边体验东北特色的夜生活。我们会进行比拼，哪个环节获胜的人可以得到一张姓名贴条，名字贴的越多，你获胜的概率就越大。最后是仓鼠，他走进你的格子，就是今天的夜之精灵。这有一组老妖精了，真的。我是夜之妖怪，夜之妖怪。除了夜之精灵这个好听的名字之外呢，我们获胜的成员还可以获得安慕希提供的纯金的精灵吊坠。哦呀，大黄金。在我们体验东北夜生活之前呢，请大家依次先到我们这个留影区，我们也将用十倍混合光学变焦的 OPPO 全新 Reno 系列手机记录下这一刻。帅一点，不是睡一点，帅一点。哎，节目组就让拍个照片儿，你们一定要弄出全身瘙痒的感觉吧。好，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这特别像什么卖那种什么老年保健产品，你知道吗？追了九条鸡，好，这一百张选一张。我要重拍一张。真拿道具，东北大蘑菇。我真的不想跟他们为伍，没梗了吧？就这么着吧。那么我马上出发吧。奔跑吧，夜之精灵！奔跑吧，夜之精灵！大家好，我是浙江卫视最会熬夜的主持人长庚。今天这期奔跑吧，我们录的是一个熬夜的观察实验。在这个实验室里啊，我们也请来了五位专家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从多个角度来解读在现场表现的那些嘉宾们，针对每一个人的熬夜，要出一份观察报告。你们觉得谁昨天晚上是一定熬夜了？我觉得郑恺应该是有吧，整个过程都是游离在旁边了，看看这个，晃晃那个。
我觉得李晨的整体的他的眼神啊、表情啊、动作呀、这都像熬了很长时间的夜以后的一个表现。那你们觉得谁昨天可能没有熬夜 ？Baby 吧。对 ，Baby 的一致推荐是 Baby。对，觉得 Baby 还是眼神啊、表情啊、动作还是比较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现在进行到什么。在人类世界里，大部分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但对夜之精灵而言，太阳落山，他们的一天才刚刚开始。华灯初上，精灵们开始走出家门，兴奋地走动。鞍山的夜生活都干啥呀？搓澡、洗澡的。以后还有广场舞，撸串最好了。你们别说，我真饿了。我也饿了。我发微信了，我说送点饺子过来啊。我说下饺子。啊，下饺子，下饺子，加点醋。欢迎大家来到辽宁科技大学图书馆。哦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卧室。别都是您看过的哈。现在夜晚马上就要来临了，各位今天也没怎么运动，所以大家现在应该很亢奋。饿了。一会儿如果做游戏，我要先 out， 我就先去取饺子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让大家能够释放精力的。撕名牌，上来就撕！天哪！啊，就是撕，就是撕！开始了，开始了！我1v3撕名牌，1v3撕名牌。成员们抽签分成两队，由一队的队长对抗另一队的三名成员，最终队长存活时间较长的队伍获胜。不是，如果一个人把这三个人都撕了，就等于赢了，是吗？如果两个队长把对方的三位成员都撕掉了，那我们就比的是时间，谁完成这件事情的时间越短，他所在的队伍就获胜。队长是抽签决定吗？如果我当队长的话，就完了。你想多了那就放心了，我们从你们八位当中呢挑选了两位作为了队长，是李晨、郑恺。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对阵李晨哥，还是想对阵郑恺？就是想撕他还是想撕我？但我们肯定想撕你啊。对阵郑恺真的很容易啊，我都可以徒手撕掉他。凯哥这一季最弱哎。我们会通过抽签决出你们的队员，来抽签吧。现在好紧张。说实话，我们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跟任何一个新队员教过他们怎么撕名牌，没有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就别教了。我们可以喝口水吗？好紧张，我有点慌着呢。等一下，现在就有请队长郑恺和李晨队的三位成员进场。是凯哥，凯哥简单，没事。凯哥是经常死在女人手上。凯哥已经在前几期节目里面证明比我弱，好孤单啊！突然之间，队友们都走了，吓人。哎，在等着呢。妥妥的。等一会儿啊，我还年轻呢，我肯定可以赢，因为我腿长。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的腿有多长吗？你们看到会吓到。
今天晚上我们大获全胜，吃饺子。OK。OK。齐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是不是开始啊？1V340 马上开始，马上要开始，有点坐立不安。倒计时：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计时开始。Yes。我遇上了两人的。遇上了，郑凯就在下面。郑凯哥，郑凯哥，但是凯哥跑了。他没选择进攻，他没有选择进攻。他应该不想冒险。他选择跑路。我会先找他们。哎，这么看好有意思，现场直播的感觉。有一种操控全世界的感觉。我没有参与过这样的环节，找线索吗？是不是他们先得找到自己的队友？郑凯是可以选择主动出击。我没有参与过这样的，但是我在找线索吗？行，我现在能上厕所不？我现在能上厕所不？我紧张想拉肚子。Hey, everybody.我觉得迪安哥，迪安哥肯定，杨迪哥，杨迪哥肯定躲着，他肯定躲着。那边肯定没人了，没人我从那边刚过来。其实我，但是我们俩如果单独对上郑凯，那也，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找卢卡斯？我觉得还是要把卢卡斯找一下。卢卡斯，其实你没生气，刚刚也没来。哎呦，没来，哎呦。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脚？先摸清楚底细。哦，他上楼了，他上楼了。我在这，快来！Oh my god， 都看见了，熄火了。他们三个碰到一起了，不是，我可以造起来了，把他引出来，可以造起来了。反正就是熄嘛，可以造起来了。我觉得我们仨，郑凯，凯哥，139，郑凯，凯哥，看到你了，不要躲了嘛，郑凯，凯哥，已经看到你了，凯哥，哎呀妈呀，给我。太嚣张了！他们其实可以安安静静的，安安静静的，对，或者是想，我跟你们分享什么战绩？凯凯，那有光，那有光，哎，这个黄色的光，那有光，郑凯。我看见人影了，我看见人影了。卢卡斯，你等一下，你别自己走。这么快就发现了？是同一个房间吗？应该是。我们要快点，没时间。哎，我们才一起走。我觉得，你小心他从哪儿窜出来，我跟你说。凯凯，我已经看到你了。凯哥，郑凯。在这儿，快点！在这儿，快点！快点！有没有一种那个大逃杀的感觉？别被抓到！
去哪了这？都说了，有经验的跟没经验的是不一样的。我死了！你怎么死？不是你们太，不是我太快了，应该是。你为什么自己跑？我们是不是战术有误？我要去吃枣汁。这就结束了。我结束了。黄旭熙，想不想哭？哎，我们你们快点去追西旭，没事，我应该输了。我们俩，你这太给面了，你这加油！我都不敢相信刚刚发生了。我也是，我就是你们太快了，我跑得快，没事。有时候快也不是个好处，哥。我忘了他会攻击我。没事，再见，我腿儿了，再见，加油 ，Lucas， 我只能说你还太年轻了。没事，第一次嘛。好后悔，有种很后悔的感觉。我们有点太傻了。郑凯能不能先出来一下？郑凯，只剩我们俩了。我们俩很好撕的。对啊，哥。出来，对，站。感觉有动静。哎，看到了吗？是，看到了吗？你说。凯哥这么近，哎，看见了吗？有弟，看见了吗？唐迪克呢？你这就是再撕一下吗？喝安慕希吗？喝过了。来一下，给我一下。美味又好喝哦。好棒的，你喝了就下来吧。再待会儿，我去上厕所啊，我去上厕所。那等他上个洗手间。等我上洗手间。他上洗手间的时候，你先别下来。啊？等一下，真上洗手间？那杨迪，我们俩单挑一下。来吧。跟我单啊？来吧。快点。哎呀。厕所在哪儿呢？来吧，可怕！这撕一场了，这撕一场了。我都说了，没有悬念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，哥？发生了，刚刚那个，哇，被明凯打了一下脸，然后你就 out 了。三一二，哇，陈叔叔。来吧。但我发现你跟我身高差不多，这么一看，你可以撕我，但你不可以侮辱我。撕掉你吧。
的，我就不如你。你让我撕掉你，我说的是人话吗？什么叫我跟你差不多？你还保准穿没穿这么随便呢？我没有穿，我没有穿。你这样人身攻击就不好了吧？那你矮一点嘛。那你如果你高的话，你跟我身高一样，那就不许起来了啊！公平一点，我们身高一样，好不好？你看，你是挺猛的。139从此破碎了。别，我身高跟你一样高。我身高跟你一样高，破碎了，没爱了。他赢得了荣誉，但是给我们制造了压力，你知道吗？看到怒火没有？看到我们队长的怒火没有？我感觉他眼睛都红了，出血了。可是会把我们三个撕得很惨，你知道吗？撕碎了，我感觉会被撕碎，会被撕碎。第二组撕名牌马上开始。什么？各位成员请注意，1v3撕名牌马上开始，倒计时5 4 3 2 1，计时开始。一呼一呼，顺势我将文明靠大家，胜利的表情，给你一个眼神，自己体会。开始吧。王彦霖，你在干什么？王彦霖，你在干什么？来吧，找个地儿，哥三个。雅文认真了。这表情就是认真。阿罗哈，阿罗哈，各位，楼下集合，来吧。阿罗哈，我在这里等你们，很宽阔。车在一楼是吗？车在一楼是吗？对啊。猜到了。三个人不好说，两个人。未必能撕得过李川，你走吧，来吧，我在这儿等你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来吧，一楼，怎么着都得和他正面刚一下啊！对，嘘，不要冲动，慢点，等一下验验。准备好了吗？他们几个撕力锤可能会给雅文和燕林的幼小的心灵造成一些创伤，他会比我恐怖10倍，恐怖10倍。准备好了吗？他会比我恐怖10倍。其实这是我喜欢的风格。一点都不聊吗？不聊啊，一点都不聊。不用，不用。
哇，陈叔叔，哇！亚文啊，肯定走心了，内心的不高兴全都在脸上，想象了很多画面，待会儿撕的画面，对，没想到最差的画面，起码是多么的激烈，多么的挣扎，多么的奔放，没想到。回去之后就疯狂健身，亚文哥表情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过来，都是那种他现在都是懵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还是懵的，有点懵。Come on。我觉得 baby 怎样？ baby 要把王彦霖的自己撕下来了。哎呦呦，哎呦呦呦！不可能，我差一点，我差一点，只剩 baby 了，来吧，雪儿。我也是要挣扎一下的，虐他，上手挠他，上手挠他。陈叔叔，陈叔叔，我是你的偶像。你是，我是你的偶像。不是你做的，你到底咋回事？你的口误好多，你的脑子运转的和我们是反的。你是我的偶像。你的队长好可怕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说这真的没有办法。厉害。差一点儿。我们不是回那个房间吗？啊！你看他孤独的背影，已经碎了，牙齿已经碎了。想想我健身这么多年，白费了，居然那么快。哇！厉害，真的。真的太厉害了，滚筒洗衣机，滚筒洗衣机太野了，真的太厉害了，陈叔叔太厉害了，太野了，亚文哥一脸忧郁，从被撕了以后，那种遗憾在脸上，没事儿，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，你看卢卡斯一下长大了，我们都长大了，对，我们真的长大了，刚刚接近他的时候。他说本来没那么强的，然后突然间他一撕你的时候，好像变大了，整个人哇！我竟然拿着我，瞬间你被他的气势给吓到了。对，我好可怕啊！生姜还是老的辣。李晨，对这个环节，你们每个人可以获得一个你们自己的睡眠贴条。经过了刚才的激烈运动，想必大家都已经饿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的下一个场地呢，就跟吃有关。啊？哇，我喜欢，请前往红鸡串吧烧烤店。我们刚刚已经进行了一个非常大肢体、大运动量的一个环节撕名牌啊！刚刚我觉得在整个的环节当中，郑凯就像眼镜蛇一样，真的速度好快。其实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郑凯，他是这个眼神是有疲惫的，没有光彩。但后面的状态明显比前面好多了。慢慢进入状态了，对，都有可能。他应该，我觉得是属于一种晚起晚睡型的。我觉得李晨，但是很明显他是最不适合熬夜的，他的整个的眼睛啊、血丝啊都已经慢慢在出现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跟年龄啊各方面都有关系的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后面的对比，因为后面的这些环节可能会
让他们有一个更加明显的变化。运动之后，饥饿感像一只精灵们起来，他们开始在夜色里觅食，而在东北，烧烤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到嘞。吃烤串吗？烤吧，应该烤了吧。欢迎大家来到烧烤店。烧烤不仅仅是一种美食，更是一种文化。所以这个环节就是请大家吃烧烤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呢？我不信，我也不相信。吃不到的烤馒头，成员们需要用脚调节和烤馒头连接的绳子，让自己能吃到烤馒头片，率先吃完的人获胜。我的个天哪，我的妈呀，哇，这是烤韧性啊。雨琦弟弟能劈叉吗？我不行，我挺硬的。我也不行，我劈不了叉，特别不行。完了，谁腿长谁有优势，腿长反而没啥优势，不好勾过来。不是，你可以这样啊，又不是吃脚，是你那是吃脚。我可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多高。你这是在表演什么？我以为你要弄到头上去呢。你这是表演吗？还是自黑？你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我看了什么刚才。正式开始比赛之前，我们先来请出两位当地的朋友啊，你们要跟他们一起进行吃串比赛，赢的人呢，就可以将这个绳子加长5厘米。哦，撸串王，撸串王，来有请东北的朋友。哇哇，东北的朋友，这位也是吗？我东北的。哇，东北，哎我去，我东北话。大家好，我叫一博，我来自非洲，在中国已经5年了。我是沈阳建筑大学毕业的。沈阳的哈？啊，沈阳有点晒哈，晒黑了。然后在我们东北这嘎达吧，我最喜欢的是宋小宝。宋小宝，瞅你个孙子，瞅你个孙子，孙子。好厉害呀，一博，你能不能把他东北话弄明白？行、啊，你跟他东北话对话一下，试试看。不是这样，你说你瞅啥？你说瞅你咋的 ？OK。王导上线了。然后紧着你说，你再瞅一个试试。你说试试，那就试试你。OK。行、啊。你把这个激情的东西爆出来，刚才被撕了那个郁闷，释放出来。OK。Ready Go。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你再瞅一个试试。试试哦，可以啊，这是暗号，还可以。哥哥弟弟还是这么萌啊！啊，大家好，我叫大海，我是一名美食节目主持人。我从小我家就开饭店的，开的就是烧烤店，我可以说是吃着烧烤长大的。大家都认识了我们两位朋友，所以你们现在选一下要跟哪一位来一起比赛。我们跟一博比，你们跟大海比。行，那好吧。OK。喝口酸奶。我告诉你们，吃烧烤喝了酸奶之后呢，容易助消化，知道吗？好。护胃。你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人跟你说必须疯狂的吃那种？他们说要赢，看他们什么节奏，咱们比他们快。你是跟我们四个比，你搞清楚没？说，对，说，你说你的贵，我跟你们比呀、啊。完了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要比他们吃得快。对，吃得多就赢了。欧了，欧了，你也后悔了，多嘴了，是不是？多嘴了。哎，我们一人敬哥哥一杯，好不好？一博，你先喝点。哇！哎呀，一博先来点。干一杯。这是 Angelababy 送我的酸奶，宋老师送我的酸奶。哎，这是我亲。这永远不能喝，我带回家，我给我妈看。这要多少有多少，我给你打包。
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呦喂，都得吃这个，不吃才有。你们那儿管这个叫什么？这玩意儿没有，这玩意儿没有，没有啊，没见过。你知道它叫什么吗？贾勇呢？贾勇呢？贾勇，贾勇，贾勇呢？我特别想把它从脖子上往上翻翻，是不是戴了什么面具、假头套什么的？我想受不了了，这么纯正的东北话。一分钟倒计时开始。我先把蒜吃了，每个蒜有两个圈。吃辣椒，吃辣椒，辣椒有三根串，太大了。完了，我觉得好辣，他们速度有点慢。你看雅文吃的，哎呦太快了，哎呦太快了，九条鸡，老师你慢点呗，哪有这么慢呢？太狠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哎，给亚文哥哥特写，看他人嘴，看人嘴。你干什么呢？可爱。一波慢点，接着，慢点。哎呦！你给我！哎呦我！哎呦我！哦！最后十秒钟。嗯。哦。哇！发力了，发力了！哇，你，baby 姐撸串女王，时间到。哎呦，我去！哎呦，发力呢，在这儿，最后还有一个冲刺，我的天哪，说不出话了已经。这是我吃过最痛苦的一次烧烤。没尝着味儿，对，就没味儿，我觉得全是辣椒味儿，但还行，还行，挺好吃的。第二组的比拼马上开始，来了，哎呦，哎，东西不一样，哎，啊，鱿鱼，鱿鱼嚼不动，我告诉你，鱿鱼你可能嚼好久。那个鹌鹑蛋方便啊，那鹌鹑蛋。对啊，难嚼。一分钟倒计时，开始。哇塞，大哥，你这干啥呢？能不能嚼一嚼？我哥，啊，我太饿了。不，你等一会儿，你等一会儿。大哥，你们就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大哥，哥，你不是吃饭了吗？大哥，你慢点，你快快呀，哥，别扎住自己。我第一次看见撸串是竖着进来的，好吓人啊！大哥，你慢点。你太快了，哥，也不行。呀，哥，亚林哥在吃盒饭。啊呀，燕林哥，你这是五个人，你又喊错名是吧？我这一期能不能喊对一次？最后十秒。时间到。嗯，谁会选择那鱿鱼啊？划不来，才三根签儿。看看你胡子飞起来了。你哪来这么多签儿？怎么？怎么了？哎，我签儿哪有了？你签儿呢？我这儿呢。亚林哥在吃盒饭。哎呀，亚林哥。嗯，我的签子谁给我拿走了？我把这些吐出来，你看得多少个签子？你们换一个，换一个。这肯定你们五个人。你看陈叔叔的签儿，我就怕别人拿我这个漏，你看这下面有孔，你这肯定漏不漏？你看，你这么久就吃了两串，我现在吐出来都不止两串。我觉得是这样，俺俩平分行不行？我刚才是多少串？26。不用平分，你就是那么多。不用平分，你就是那么多。哦，是吗？谢谢啊。
太公正了，你看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此时此刻的表情。燕林，哎，没有想到这么不公平，是吗？好苦。所有成员比拼当中，只有晨哥超过了我们的达人，其他人都没有超过。你好不好意思啊？来，你站起来吧，你站起来。你赢了，你站起来，赢了。来，好意思吗？陈叔叔好厉害，好意思吗？赢的人呢，就可以将这个绳子加长5厘米。恭喜晨哥，等下你的肠子。你的肠子，我的肠子。我的肠子怎么了？你告诉我。导演被我传染了。对不起，这5厘米，我给燕林了。我不要5厘米的肠子，我的肠子，北京大肠。不，我柔韧性好，我不要那5厘米，我不要那5厘米。哇，就你，你这么厉害呢？铁门槛的人，我真的，我一定要跟大家忏悔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、大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学我。那就我们所有人都一样，好吧？再次感谢我们两位东北的朋友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。我们是两两一组，谁先把这个馒头片吃完，谁就获胜。好，请准备。第一组。这个都能破音，我以为汽车喇叭在外边。滴滴，别忙，没睡觉。吃不到的馒头，第一组开始。燕林，你等我一会儿。燕林，等我一会儿。哎呀！哎呦，掉脚上了。哎呀！脚泡上去，不能用手，不能换。哇哇哇！机智了，太机智了。哦，这是。哦。突然发现陈的舌头也很长。掉下来了，为什么真的能够看到就吃不到呢？陈哥，你有咬一口吗？我今天就跟他拼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必须要把它吃掉，我必须要把它吃掉。哎，咬到了。哎，好难哦，这个，这你真的不知道你有多丑，七季以来的形象毁在这个游戏上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形象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第二组，凯凯和卢卡斯。哎，吃不到的馒头，第二组，开始。没组队。哇 ，Lucas 可以。Lucas 感觉好轻松哦，腿长，这胳膊也长。Lucas 腿长还是有优势的，凯哥。凯哥，你的腿真的有点短，就差。凯哥，哎，喝点水，喝点水，来，喝点水，收腹，喝点水，喝点水，渴不渴？我刚才吃的时候啊，这馒头有点干。不行，等一下，抽筋了，抽筋了。正凯，你刚才这个动作
充分暴露出你腿有多短，他直接把自己脚拿手就给抱住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弯腿能握到，你是绷直了能握到脚掌，太厉害了。腿长的人都摸不着。你们看看这折的139 club， 好想哭，好想哭，真的吃不到，好绝望。加油，海哥加油，我不怕。好心酸啊，我可能下不来了，我可能下不来了。哎，陆冠子，你怎么下不来了？没有重量，太轻了，太轻了。啊啊！OK OK OK， 恭喜陆冠子获胜。Yeah, yeah, yeah.就想吃顿饭，容易吗？来来，我们请亚文哥和杨迪。我俩也完了，我也短。不是长短的问题。我也不行，这个。这跟长短没关系。哎，哎，等会儿。怎么感觉长个不一样了呢？不一样了吗？一米三九，一米三八，一米三九，一米三八，一米三九，一米三八，不一样了哎！哎呀，笑死我了！吃不到的馒头，开始。哎，可以啊！哇，亚文可以啊！哎呦，你看他干什么？跟我没有任何区别，我终于知道我刚才是什么样子的。一个在玩青蛙，青蛙跳，太远了。我，哎，你看亚文哥这眼神啊，你看亚文哥这眼神啊，看这个馒头片像看见了嫂子，片像看见了嫂子。我看嫂子一眼。我媳妇有这么干瘪吗？你等我会儿。杨哥，哎哎，你这在这儿，射太阳，射太阳，射太阳。你现在拉的是个满弓啊！回头在这块给他做个太阳。啊！提个你吗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，我太远了，你努力不来的。我能做什么？他能？你要不然过来吃我这块儿。快点，嫂子等你呢，嫂子等你呢。吃完回家陪孩子，快点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你快点吃吧。我来帮你一下，你可能都很难达到。你看这个高度。我来帮你一下。来，这一趴游戏你就认输吧，杨迪，真的别玩了。我觉得在帮助下你都很难完成这个游戏。完了哈，亚文哥，谢谢你让我解脱了，我真不行了，随便怎么用，挨都挨不着。接下来我们请 baby 和雨琦。哎呀妈呀，我真的不行哎！
不行啊，这个。拿手撑着点后边。对。个子不高，去。我跟凯哥差不多高嘛，所以。139。别瞎说，你比他还是矮一点，但是你的比例是。请坐，请坐。吃不到的馒头，开始。Baby 姐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行，手再撑一点。哎，你看你看看看，你看你看雨琦，雨琦跟杨迪确实挺像，俩人在这都在色态啊。我，他俩可以给他弄个 CP 的《太阳的后裔》，太阳的后裔。太阳后裔都在射，射日。所以一个是不是跟我一辈高？你170是不是骗人的？我162哎。你这太过分了吧！我这个，我。你只能求 baby 快点，让我们早点解脱。对 ，baby 姐你就吃吧，我就。啊，不疼哎！我吃不掉啊！啊！你蹦几下，你把这个脚再掰直一点点就下去了，掰直一点点就下去了。对，你看，哎 ，baby 已经咬了一口了。雨琦，我觉得你这样，你把这个脚再掰直一点，可能就有这个机会了。那我疼了。你怼顶他后背，我顶他脚。来来来。啊！打打打打打打！啊！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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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！打打打！仰头仰头。哎，拜拜。能扛139公斤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什么呢？那韧带是真的硬，才能扛得住啊。太难了。你组合 CP， 你过来聊一下，来，走，射太阳去，走，射太阳去，不要在这吃馒头，走，射太阳去，你就坐在这儿，往那打，往那打，往那射，射，吃快点吧，让我们走了。Baby 姐已经上去了。Baby 你可以的。Baby 还可以。最后5秒钟，谁吃的多谁就赢啊！5、4、3、2。时间到啊！你看，你看 ，baby 姐，像嫦娥似的，在这儿。嫦娥，哇 ，baby 姐好厉害！因为 baby 吃的更多一点，所以 baby 获胜。所以恭喜刚才获胜的四位成员，你们可以每人得到一张你们的人名贴。其实，在东北，夜晚吃饱喝足之后，最舒服的事情就是去搓个澡。哎呀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因为今天呢是熬夜特辑，所以我们也特别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的福利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好想看看，请前往富江大江户温泉。真搓呀？哦，富田大江户，请前往富田。你怎么回事？这一期怎么了？嘴好瓢啊！不是，你是不是被他带的？以后不要再让我跟雨琦弟弟坐一个车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他带的嘴都瓢的成这样了，已经。哎，今天咱们都录几次了？一直叫我亚文哥，亚文哥。最好的时候他叫一声亚林哥，这是最好我最高兴的时候，能对上一个字儿。射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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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射他，射你。他们刚才在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也在想啊，熬夜的时候肯定免不了吃宵夜。对，我们有没有一个说法，就是熬夜的时候吃什么东西能够稍微挽回一点熬夜的损失？经常熬夜的人呢，他的食欲是比较旺盛的，他就容易吃非常多的食物，而且呢，他吃了这个食物以后呢，他很容易就变成了脂肪，所以经常熬夜的人呢，他体重容易增加。熬夜的时候，要是想吃东西，那就尽量的吃清淡的，维生素含量比较高的啊、嗯。熬夜的时候要多吃点 B 族维生素，对，要补充。哎，那熬夜如果吃多这种高盐啊、高油的东西，会让皮肤有一个怎样的变化？第一个它可能会造成你皮脂腺分泌旺盛，然后会有一些爆痘的情况。但是呢，像这种高盐分里面，它的钠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。会怎么样？它会让你血管内的血液处于一个高渗透压的状态，那这样就容易造成水肿。哦，就是晚上这么吃肯定是不好。在同样的夜空下，有人正在酝酿睡意，有人已经进入了梦乡。而对于刚刚吃饱喝足的夜之精灵来说，这种带着负罪感的狂欢却让他们欲罢不能。我如果真的是去洗的话，我想洗个头。就洗个头可以啊。对，我觉得洗个头对有点油，出一局。对，富田大江户温泉第一次被这么多人目送着进澡堂子。贵宾您好，欢迎光临。贵宾您好，欢迎光临。喂，男宾六位，女宾两位。这个好有趣啊，这个开场。你好，我的男宾两位。你是专业的。来问了就。老人男宾，哎，好几位。快点，等不及了，快！快点，等不及了，快！这个像洗澡的，像洗澡的。就是我背后有一块三角区，从我出生开始到现在，可能没有洗过。What？ 真的假的？够不着啊！没错过啊，没有啊。为了帮助大家有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，我们特地准备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项目，都和保健美容相关。啊，虽然一时酸爽，但是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。美容，清醒服不服？八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抽牌，很多张都是空，只有一张是有夜之精灵图案的。谁抽到这张牌，谁就会接受让他清醒的项目。然后谁抽到的越多，那这个人其实就这一环节的获胜者。因为夜已经深了，我们还有一些客人就在大厅里面休息，所以大家进去之后呢，尽量低声说话。哦，还有我的名字哎。雅文今天还说呢，我们要有一些生活。来，你说的生活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今天的生活太多了。今天来到了找糖纸，一定要敷一片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，它柔软、服帖又透气，还可以给皮肤补充营养。最重要的是，可以吸附彩妆残留，多么适合我的小脸，紧紧的贴合，尤其在东北这种地方，空气很干。一定要多敷面膜，啊，舒服。现在要开始小声说话了，小声说话，嘘，小声，小声。我真有人，你小声点。真的有人啊？有人。来，凯哥，咱俩一块登场。你俩先上，两个黑人开路。这都睡了，睡着了。我弟弟睡得好香啊，不能笑啊。这么安静吗？需要这么安静吗？哎，我们喊个口号，奔跑吧，搓个澡。好，来来来，奔跑吧，搓个澡，搓个澡，来来来，奔跑吧，搓个澡。还不能笑，坐吧。来，美酒会。第一个。啊？鞋拔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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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没用过鞋拔子。什么材质的？
抽牌，抽牌，抽牌，抽吧。有可能，就是一二三一起亮，二三三，耶耶！先把额头露出来，等会儿就露额头，就这儿就行。鞋拔子呢？哇！我的这是鞋拔子呀，这也太长了吧！先弹弹桌子，弹弹桌子。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，不玩了。哎，导演，导演，他不录了，他不录了，把他抓回来。我在这玩的啊，回来，回来，等会儿，回来，这太狠了，这个。嘘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静凯，你躺这儿吧，你吃人体寿司啊？还躺这儿？这么抽有仪式感，躺着。反正下面有康妹儿，还玩上了是不是？你们还玩上了是不是？就你试的那个力度就行，别认真。来吧，那就来吧，来吧。来吧，但是哥，你是赢了，赢了，对，对呀，赢了，这是光荣，这是光荣，这是荣誉。你不是想要那个小贴纸吗？小黄金，小黄金，为了小黄金来吧，小黄金来吧，为了小黄金。哎，用摁着他手脚，我这抓着点，他会弹起来。这样可以弹，双人按摩。你说我试一下这个力度啊，轻点儿。你不能叫，你扰民呢。我觉得他不能叫，你捂住他的嘴。轻点，轻点。使劲。你要不要拿个什么东西咬在嘴里？我也觉得是。好，哥们现在。好，别动，这个，别动，咬住我 ，OK， 来吧，小黄金啊，好痛啊，好疼啊，好疼啊，真的假的？你啊 ，Oh my God！ 没事。没使劲，完了，李晨，你完了、哦，真的好痛啊！第一个项目就这么吓人，玩真的是不是？真的很疼，真的。给个特写，语气，哇塞，真的好重，说。足底按摩，哎，谁给谁啊？专业的人。哇，这个好啊！我要抽。好，来，抽，这得好好抽了。白头，足底按摩多好。怒了。三二一。小黄金在向你招手啊！我是得罪谁了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欢迎光临。那个，摁一下。我们摁着点，摁。你们干什么？师傅那么狠的吗？郑恺的脸露出来。郑恺的脸，他还需要脸吗？这没事。我把他的脸掰着看。走。没事。我把他的脸掰着看。走。走。轻点。董事长，这是你平时按的力度吗？你有没有被客户打过？没有。你应该知道按哪儿虚哪儿亏什么的，你跟我们讲解一下。你先聊一下肾，看看他尖叫大不大。哪儿是肾？就这儿啊？你怎么有眼泪呢？使劲儿，就是。
完事儿了，拜拜，再按一会儿呗。我天哪，腿上都出汗了。我看到他用的是木棍儿。啊，郑恺，小黄进在向你造走。小黄进拼了，我小黄进脚上全是汗。我今天晚上一晚上不想抽到这个牌。我也不想。我也不想要。哥，你又赢了。我这一共几轮？哎，还一杀，这也能上？哇，这个疼啊！这个超疼，就跟扇嘴巴那个感觉。哇，这个还是算了吧。别是我，给你，给你，这张就给我吗？那你来，你换，你选，你换，你选，拿这俩，千万别摸他们。不敢拿凯哥碰过的牌。你拿这张啊，我拿这张。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上次也是这种，也是这么发生的。你们看一下刮伤的师傅，看一下，就是，又是你，又是你，你想郑恺了？来，一。二三，哇！哎，还一杀！来，一二三，绝了，真的绝了！我就说不碰他碰过的牌吧。我们没做手脚哈，真没做手脚，没做手脚，纯天然，纯天然的。你看垫子都没撤。怎么哪儿？胸脯还是背？刷脸刮脸。大哥，你项目挺齐全啊，你还有啥项目？一会儿就死透。哦，这个我拍过啊，橘子给我拍过，都会变轻，变轻啊，对。哎，哇塞，这不抄家伙呢？你拍，这不抄家伙呢？你拍，不是用手拍吗？这上面怎么还有钢珠呢？轻点儿。怎么都是这种酷词儿？歌词儿，我这。还行吧，看着都看着不疼啊。哎呦，用锤子的力度，这不疼，你看就是。都我的啊啊！去去，你看就都我的啊！不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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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了。啊！你看这肌肉，你看这肌肉，出血了都。啊，不行，真的不行。有那么疼吗？哦啊！师傅，我先问一下，这有什么好处？下火，活血。这个主要对心脏的好处特别大。我心脏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郑恺，为了表达公平，你来洗牌。我已经找到秘诀了，你都认识那张牌了，是不是？我不能谦让，我刚才就是太谦让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，他能一直中。你如果这把再发着的话，你肯定是小黄金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来发，是不是？来，先出题，先看看是啥。先出题，热毛巾敷后脖子。热毛巾敷后脖子，这不很舒服吗？一千步吧。一千多毛巾，你在鞍钢里敷后脖子，鞍钢钢水快，小黄金，抽牌抽牌抽牌，一二三，哦，
热毛巾敷后脖子。抽牌，抽牌，抽牌！一、二、三，你。不会太热。会。热的他自己都拧不下去的。这个很烫，真的。你这样，你坐这儿。我把他后脖子弄出来。哎呦我去！你们这待遇也太好了。是啊，真的。可以了，就这样吧。快点了，凉了。对。别上，别上，吹，你吹人家吹。二三，走你，走你。悟空，你要去哪？这不是游戏，开水。他刚才这个反应，有点像小时候看那个《西游记》，你知道不？美猴王上完天庭回来那感觉，回身就是。现在没动呢，在天庭跟玉皇大帝聊天呢。一回来，老孙，老孙，不是，这个太烫了。是是是是是，为了这个公平，我觉得谁输了谁洗牌，这样公平吧 ？OK。绝对不会有什么任何水军什么，水军水水水水军什么水分水军水分水分说错了，哎，我自己抽吧。好，你洗牌，我们自己抽。来，自己抽的。我不要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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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这个。那我跟你换，你要不要跟我换？你想好了？你要不要跟我换？要不要跟我换？要不要？要不要跟我换？想换谁都行，你等我摆着我看看，你还看得明白后面？小黄金啊，你要不先看看这个，再要不要换？看看题目吧。搓澡师傅搓泥，这个我喜欢。哎呦，搓泥的师傅还是刚刚按脚那个。不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，好，就这样了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三。看题目吧。搓澡师傅搓泥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哇哇 ，baby， 女孩子搓不好是不是？换一个吧，有女搓。哦，女搓，女技师，女技师。来了，哦，是女技师。哎呀妈呀，这我从小搓到大的。认识啊？没有没有，我说我搓背从小搓到大，绝对不疼。你行吗？我当然了，从小搓到大，都没沾水，干搓呀。准备好了吗？他问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他问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别那么大力啊！这个美女搓哪儿好？从小升到大，绝对！哎呦，简直就跟打架的似的！怎么会有这种啊？那个酒，那个酒！哎呦我去！这个是享受吗？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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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！别跑，别跑！还要干啥？等一下，姐姐不起了。有个人很想搓背，有个人很想搓背。就是我背后有一块三角区，从我出生开始到现在可能没有洗。你一直搓搓吧。不不不不不，趴着，不不不不不不，趴着趴着趴着，不，大姐，大姐，我不是，姐姐这个搓脚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找个男生。哎，等会儿。那行那行，来个熟话，打你的来。等会儿，你把头低下。他没搓过后背，熟，这块这块这块，往里往里撸，往里撸，对。啊爸，啊爸妈，叫爸爸，爸妈。哦哦哦。
哎，大哥，你就是熟。哎，刚刚大哥过来是这样。感觉是录像的，好像准备杀人的感觉。搓泥是这种感觉吗？他此生不会再搓澡。你看，没搓过的地儿跟搓过的地儿。哇！快来快来！哇哇！密啊，脱毛了！哇！啥呀？这个不行吧？我这腿毛。打死我不玩了。这个真的不行。蜜蜡脱毛，蜜蜡脱毛。哎，陈叔叔抽到的话，能不能脱下眉毛？能不能脱下眉毛？已经就没有几根了。你是要砸叔叔的饭碗是吗？就是彻底彻底让我失去这个职业。其实蜜蜡脱毛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美容项目，尤其到夏天，很多爱美的女生都会忍痛进行。能抽一下吗？来。三不换了，等一下，不换了吗？有人要换吗？我想跟郑凯换，我想跟郑凯换一下。你换吗？来，来，来，一二三，三，耶！耶！绝！纯天然，纯天然的。脱毛，蜜蜡脱毛，上蜜蜡。蜜蜡脱毛，上蜜蜡。不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真的绝了。不是，这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上蜜蜡。不行，来吧，不是，等会儿，再上来一下，上来。等会儿，我问一个问题，脱完之后还能长出来吗？肯定可以。不能了，真的不能了。啊？不能了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就是它都会特别干净的，从此就不会长了。这样，你要嫌不匀称，我们就把这个搅成这个，就在这一圈这当中。不，我喜欢这一圈。还是你中间来一圈，这各一圈。各一圈，我倒一把，我不能失去它。你可以画呀。快点吧，蜜蜡都干了。来，干了更疼。蜜蜡都干了，干了疼死人。哎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很大一片呢，很大一片呢。我问一下，这个东西发明出来是干什么用的？就是有的，比如说不美观，然后这样不雅观。我很美观啊，我很美观啊，但你不雅观。快来吧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恐怖的。鼠胶吗？你这是抓苍蝇的那种东西吧？我天哪，好疼啊！粘上就一辈子。我哇！放松，我不要。有什么愿望再告诉我们？我想要好好的道个别，道个别。干净吗？哦，真干净哎！少那么大一片，少那么大一片。还好，我觉得这服务挺好。以后你会不会上瘾啊？你们先玩，咱俩上一边再拖一会儿。大家现在应该都非常清醒了吧？嗯哼。所以在刚才的我们这个清醒服不服的过程当中呢，凯凯抽到了四次，哇！所以恭喜凯凯这个环节获胜，你可以获得两张人民贴条。哇！两张呢？你现在一下子超过我们所有人，对，超过所有人了。我容易吗？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。我再次感谢一下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感谢。我们在座的六位啊，连我们的孙医生都有点撑不住了。
我们已经都不行了，他们好像越来越嗨。到现在的时候啊，他们反而更加兴奋了，是为什么？它其实是一种代偿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人已经困了，接下来就激素在支撑了，就不是说你的这个大脑再去控制了。所以说，可能他比较兴奋，但实际上大脑还是疲惫的。累且兴奋着，就国外也做过一个试验，关于睡眠的，就是他有两拨人，一拨人呢就是正常的白天工作，晚上睡觉。还有一拨人哈，晚上工作，白天睡觉。你猜这两拨人谁的身体状态好？长期跟踪下来，正常的白天工作，晚上睡觉一样好，一样好，一样好。但是只有一类人是不好的，是什么？经常昼夜颠倒，经常换来换去，不固定。决定人体寿命的因素有很多哈，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规律。因为我们的人体无论是神经系统也好，还是我们各个器官也好，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规律的这种一种方式。如果时刻出于变化的话，长期以往的话，就非常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。困了，我也困了。我看这一趴大家都有点呆滞。其实还不是太晚，雅琳，雅琳，雅琳，今天传染了，雅文，夜已经很深了，皎洁的月光洒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这是大自然给夜之精灵最珍贵的馈赠，在这片月色下，还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呢？哟，我们不会在这里睡吧？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睡大通铺？我们在这里睡啊？给我们准备睡觉了，很好看。哟，哇！今天住这儿吗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请记住这个名字。哎，他看我了，他看我这个了，这个，后面有了，看这儿，看这儿。通过今天一晚的任务，大家也都积攒了不同数量的心灵贴条，所以接下来请各位挑选格子。哎呀，好舒服！马上我们就来揭晓，谁能成为我们这一期《奔跑吧》的夜之精灵？仓鼠。走进哪一个格子里，那么那个格子里对应的两位成员就是今天的夜之精灵。来，我跟你举举手。三二一，走你。主人，到这来，到这来。我来来来，小黄金。哎，过来，往那边走。哥来了来了，哥这边。这儿，走直线。走了，来了，来吧来吧。我不敢面对现实。看我，我是你哥哥。我是你哥哥。这，过来找我。我怎么到哪队赢呢？为什么呢？庆祝！你俩高兴什么玩意儿？感觉太开心了，忙脚了，不是？运动！哇！哇！哇！哎呦，注意安全！我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？今天的熬夜特辑其实是一次观察实验，在座的各位已经全程观察了你们一整晚，在这坐了一整天呢，太不容易了。哇，通过观察你们在熬夜过程中的皮肤精神状态的变化，游戏过程中的状况，要为你们每个人出具一份熬夜观察报告。体检啊，刚才我真的以为这个倒了，我还在说要注意安全，吓死我了！我想冲上去，我说后面千万没有人。你以为塌了是吧？我以为塌了。你也太看不起节目组了，塌了，大概挺塌了。
玩的这么高级？现在都，我们现在请专家送上你们的熬夜观察报告。哇塞，哦，怪不得要咱们拍照呢。谢谢。我的总结语是保重，感觉就没得医了。我的结论是退役熬夜队员。啊，你以前可以熬，现在熬不了。熬不了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眉毛都掉了。年轻只是一时的本钱，我也年轻过。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。我这个比较像首歌，说你拿青春赌明天。你拿青春赌明天，我用一生换此生，岁月不知人间，岁月不知人间。够了，我已经七了，困一七了，困一七。为了让观众也能感受到熬夜的危害，我们来展示一下每位成员熬夜前后的对比照片。你最后拍那张照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一下，我好歹也做做腮啊，什么找找角度啊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说？真的是，好残暴啊！这个，先看一下第一张。不是，你跟我说，这是一个蜡像吗？真的是蜡像，真的很像。首先这一张，我认为特别像。太困了，哥，哥你太困了，没事吧？不行啊，哥困意现在是10，你们到底怎么了？这哥已经睡着了，但是我很明显今天长了两颗痘，你看，长了鼻头。实际上我们在观察你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在对比我们自己。总体来讲，各位的表现比我们在座的要好得多得多。那 Angelababy 呢，我们从你的照片上来看，其实你刚刚发现了两颗痘痘，还有你的眼睛会出现一些血丝，是疲惫的一个象征。但总体上来讲，你的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，熬夜不太影响你的状态。但是我们希望熬夜对身体的影响还是请多多关注。熬夜不太影响我的状态，但是会令我长痘。OPPO Reno 那个手机拍的是不是？我怎么觉得后期的比前面的，你可以多熬一些夜。对，我觉得你适合晚上行动。我觉得越熬的越熬越帅了，你知道吗？前面没什么灵魂。越熬越精神了。实际上熬夜的过程中间跟年龄很紧密的相关，相对来讲年轻熬夜影响没那么大。我们看到黄旭熙他只是除了黑眼圈比较明显以外，整体上变化还是比较小的。年轻虽然是资本，也请好好的善待他。谢谢。这个十倍变焦，不错不错。动哟，老了十岁、哎、老了十岁。你的胡子怎么都长出来了？这说明你的塑造能力特别强，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可以演好人，夸熬一夜之后就可以演坏人。黄艳玲的变化是比较大的，尤其是从这张照片，因为你是刚刚经过了激烈的一个竞争以后，运动以后，你眼睛其实是往下耷拉，眼神没那么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眼珠跟前面比值露出了2/3，熬夜很大的就消耗了你的体力，让你会有极度想要休息的感觉。是。有点晃，你还有明天吗？我拿青春赌。呀呀呀！干这个脸，哎，嘴唇都干裂了。像那个大的那个橘子。不是，这是一张油饼。你把眼睛闭上，你就是个核桃。现在，这个是我下一部电影《流浪月球》。你看嘴干，这啥呀？对，这一天说的那嘴干的，可以换了。其实照片。宋雨琦几乎是你们几位里面变化最小的，整体上表现是非常非常稳定的。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年轻真好，但是请记得年轻的时候熬夜，它可能没有外表上的显现，但是有很多隐形的危害，比如说记忆力会下降啊，反应会不够灵敏啊，还是请多多注意。记忆力还要下降啊？它再下降就没了。还有下降的空间吗？哎、不要闹，不要闹。但是雨琦，你的牙为什么这么短？是为什么呢？短哪里短？你别说别人牙，这个牙是什么？这个牙比我短。从外貌上，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的变化，比如说细纹的出现，眼神变得暗淡，毛孔会变得粗大，到后面眨眼的频率增加。那实际上熬夜以后会增加我们眼睛的干涩和眨眼的频率，这些都是熬夜的一个典型的表现。雅文，雅文老师。
亚文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是不是那个星星啊？像不像？你能不能说的我可爱一点，像愤怒的小鸟？不，最像的是哈士奇。哈士奇，太像了，哈士奇。我最忠诚。主人，来吧，向我开炮，来。你是在所有群体里第一个出现痘痘的，这是熬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人的一个本能的反应。那么过了这个咳嗽点以后，你重新又开始进到一个新的高潮，所以我们觉得你的表现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。眼神有点涣散，眼神有点涣这个是最明显的吧，眼神飘成这样啊，而且连头发都流露着一种疲惫衰败。我们跟你们的感觉非常相似，因为我们首先看到的他是眼神的涣散，而且疲劳感呼之欲出，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很疲劳，而且他出现了这个脸部，我们从皮肤科来看下垂是吧，出现了水肿，而且眼袋也加重，眼袋好大，你现在看本人眼袋也好大，所以我们觉得你是变化最大的，最大的，太大了。所以我们希望你从熬夜里面退役。老师，我今年已经41岁。Keep running。很不容易。其实我们这边总体的评价就是这样的。谢谢谢谢。大家以后尽量的去避免熬夜的现象。如果因为我们录节目或者工作的原因不得不熬夜的话，我们有一些补救的措施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在熬夜期间，大家可能食欲会增加，一定要熬夜之后吃清淡的食物，适当的补充维生素，尤其是 B 族维生素以及维生素 C。当然，我们适当的喝些酸奶，对于缓解我们熬夜的疲劳，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哎，有没有觉得我们突然之间精神了？第二天的话，可以适当的午睡一些，中午睡觉呢，可以缓解你熬夜导致的身体的疲劳。以上几个方面呢，供大家参考。谢谢。希望我们所有的成员都能在自己工作的时候尽可能的照顾好自己，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每个人都能健康生活每一天。谢谢谢谢。太不熬夜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功夫课。请出武术大师。哇，很清楚。哇，我错了。我们也为你们准备了战衣。感谢首席娱乐门最终环节功夫思维台。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更多节目资讯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"奔跑吧超级夜"参与互动。你们太小看我。